请酌情观看。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正在努力不眨眼，地图轻柔的沙沙声和酒杯的叮当声从他身后响起，零散的客人走进了他在画廊里宽敞的房间。他故意无视他们，努力让自己的身体在高脚凳上保持直立。在他旁边，一张艺术家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用品，有刷子、凿子、喷漆罐和几管油画用的颜料。这些衣冠楚楚的客人被严厉的博物馆警卫领进馆内，礼貌地提醒他们要有礼貌且要尊重他人。这位艺术家绷紧身体，仿佛自己就是一尊雕像，挺直背部和颈部，专注地盯着面前的雕像。他低头看了一会儿干净的地板，他似乎已经能够看见他了。他展览的最后阶段，地板将会被一道道的油漆弄脏，意味着他的计划达到了高潮。他随后紧紧地盯着前方，希望尽可能保持冷静。他还偷偷看了一眼观众，希望没有人看到他那一丝的疑虑。当最后一位客人进来时，门悄悄地关上了。是时候了，艺术家闭上了眼睛。你好，我叫艾佑，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SCP 基金会的一个故事。这位艺术家坐在画廊的中央，周围都是他创作的作品，静物画、各种描绘自己的肖像画、他认为有吸引力的顾客肖像画以及雕像等等。这些作品的风格大多数都是抽象的。这位艺术家认为，抽象的表现形式总是比任何传统又具体的形式更让人兴奋。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作品集越来越老旧，有些作品他甚至不忍心多看一秒钟。他创造的艺术已经失去了光彩，感觉他们都停滞不前。这位艺术家再也无法从他的艺术中找到任何意义。只有这样吗？他心想。我能做的只有这样吗？只能做一些没有生命力的雕像和画作吗？一时间，他也找不到问题的答案，这让他非常的苦恼。所以他站起来并开始四处走动。他在一个巨大的混凝土块前停了下来，这是他在城里的某个地方捡到的。那是一个椭圆形且边缘粗糙的混凝土块，几乎比他高一个头。如果不是因为他特别丑，他也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混凝土块罢了。不过有样东西吸引了他，如果我能创造出超级迷人的东西，让人没有办法拒绝盯着他看呢。他伸出手去碰了它，它摸起来很冷，也很坚硬，和普通的混凝土没有区别，而且也没有生气。我会让你有所作为，他大声喊道，我会给你生命。一周后，这位艺术家在一家画廊开始了一系列的展览，这是一场持续数周的艺术展，艺术家将其称之为人类思想的汇卷，由生及死。几个星期下来，他一直都在用混凝土雕刻着一座雕像，前几场的展览都平平无奇，客人们只是看着艺术家慢慢地将一个无形的混凝土块雕塑成一个模糊的人形。当展览结束时，一些关心这件事的客人仍然将目光集中在雕像上，看着仍然坐着且一直在瞪大眼睛往前看的艺术家。他们的讨论从热烈变得越来越淡漠，当他们回到舒适的生活中时，很可能就会忘了这段经历。又过了几场展览，混凝土开始成型，艺术家开始听到一些窃窃私语。有些人认为没有艺术家会真的将自己置身在真正的危险之中，关于雕像会活过来的谣言绝对是为了展览而捏造出来的，这是为了增强客人的体验再夸大其词。艺术毕竟只是一种表象，有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只为了成为艺术史长河中的另一个注脚呢？这位年轻的艺术家仍然不为所动地注视着前方，毕竟根据谣言，这座雕像禁止他做出任何反应。艺术家在脑海中算着另一群客人涌入的时间，思考着他的下一步行动。他的计划已经悄然而庄严地接近完成。最后一场展览，这已经是他第37次重复这样的动作了。自从画廊开放以来，这个无色的混凝土块正随着每一次操作而逐渐变得更加怪诞，几乎是在对人体形态进行嘲讽。他的计划就快结束了，今天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他站在雕像前并闭上了眼睛，他无视了那些为了看得更清楚而转换方位的观众的窃笑声。他想象着他创作的背景，
他想着他的故事，想着他在慢慢呈现出创造者赋予的形象时所经历的挣扎。这座雕像有着畸形的头部和粗糙的腿，旨在传达一种原始的二次元性，人造但自然，精致却未打磨，精心设计却草率进行，是一个刚好介于绘画和雕像之间的人形形象。两只未上漆的眼球正茫然地注视着他和他身后的观众，他默默地背对着雕像，并拿起他的工具，眼睛仍旧紧紧闭着。观众们都在窃窃私语，同时看着艺术家和雕像。艺术家假装不在乎那些注视着他和他雕像的视线，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摘下眼镜放在凳子上。他像个瞎子一样在桌子周围摸了摸，并拿起一把刷子。他把它举到灯光底下，歪着头表现出一副不是很确定的样子，好像这并不是计划好的一部分。他轻轻地扫了扫他的左眼睑，刺痒的刷毛逗得他四处张望。然后他将它放到精心布置的桌子上，再四下摸索，直到找到另一只同样干燥的刷子。他用这把刷子扫了扫他的右眼皮，眼睛仍旧紧闭着。整个房间都静悄悄的，只有刷子的沙沙声。另一把刷子举到灯光底下，从右手掌刷过。再一把刷子举到灯光底下，从左手掌刷过。右脸颊，左脸颊，右耳，左耳。他拿着最后一把刷子，那是一把相当大且浸透黑色颜料的刷子，他把它扔进了地板上那堆被丢弃的刷子里。喘息声清晰可闻，但被某些不知情的人嘘了一声。这并不是平常操作的一部分，至少通常不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位艺术家有些笨拙地在自己四周摸索着，直到他摸到一桶油漆。他看不到那是什么颜色，但他也不在乎那是什么颜色。他一直背对着那个涂到一半的雕像，数十道目光都锁定在两人身上，想看着艺术家，但又不敢将目光从雕像上移开。他小心翼翼地掀开油漆桶的盖子，有毒的烟雾证明他还未受污染。他转过身面对雕像，然后缓缓走向他。他走到高大的雕像面前，将左手进入油漆桶中。他把它涂在其脸上圆圆的眼睛周围。他轻轻地摸了摸雕像，然后试图以一种大方而均匀的方式给它上色。艺术家又深吸了一口气。接下来的步骤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危险的。他的眼睛仍然紧紧地闭着，他拿起油漆桶倒在了自己身上，一些油漆溅到了观众身上，几声尖叫声传来，有人在大声抱怨靴子脏了。这位艺术家并不在乎哪位捐助者的皮衣被毁了，反正博物馆以后会赔偿损失的。油漆的突发事件打破了空气中紧张的气氛，许多观众将目光移开，以解决他们面对的衣服问题，评估损坏情况，一时忘记关心表演。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应该多么感激那一小撮仍然被表演迷住了的人。或许他们相信了关于这座雕像的传言，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和古怪的谣言，但他们不希望成为揭穿他的人。艺术家睁开了眼睛，雕像并没有动，他耸立在他上方，伸出粗短的手臂，他从下方拥抱雕像，就像雕像从上方拥抱艺术家一样。绿色的眼睛很好看，艺术家仍盯着雕像，然后起身并缓缓向后退却。他回到自己的凳子上，然后又像面前的雕像一样挺拔地坐着。博物馆的观众像往常一样礼貌地鼓掌，掌声永远都那么轻柔。好无聊，总是千篇一律。他皱着眉头看着观众，如此温顺单调，毫无生气。让我们加入一些能量和兴奋吧。毫无预兆的，他又抓起一桶油漆朝观众泼去，他们护着自己的脸和眼睛试图挡着油漆。响亮的尖叫声再次充满房间，但这一次其中一些被突然打断了，接下来只能听到骨头断裂和爆裂的声音。一位客人睁开眼睛，看到这位艺术家的雕像就在他面前，双手伸向他的脖子。另一位客人看到躺在油漆污渍的地板上的尸体时发出了尖叫，他们的脖子都被猛烈地扭断了，干净利落。艺术家睁开眼睛，只见眼前一片混沌，房间已被泼上红漆，
其他艺术品都毁了，包括他的。客人们争先恐后地逃跑，一边大喊大叫，一股刺痛的感觉顺着他的脊椎流下。就是这样，艺术家忍不住笑了，最后开始放声大笑。这就是他所要的，一场完美的表演，囊括了生命和宇宙的混乱本质。艺术家看到自己的雕像在一片混乱中静止不动，于是他再次闭上了眼睛，然后各种砰砰声、噼啪声再次响起，然后又是一片寂静。他睁开眼睛，看到他的造物就在他面前，双臂正伸向他的脖子。艺术家走进雕像的怀抱，他伸出手去摸他的脸，触感就像混凝土一样好。然而，在这冰冷坚硬的躯壳中，住着一个需要人们关注和钦佩的灵魂，否则他们将失去生命。你真的好漂亮，可惜没有人能见到你活过来的样子，我想我也不会有那样的荣幸，真可惜。艺术家只是这雕像的眼睛，想象他与他的造物的最后时刻。他知道只要一眨眼，他最大的愿望就会完成，他最后的杰作将会活过来。他笑了笑，然后闭上了眼睛。啪的一声，艺术家的最后一幅作品落下了帷幕。他的遗产将通过他的雕像继续流传下去，没有人能够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